讲这个道的时候，我们呢分析了几个月了。我们以前说的这一笔代表的是气，这一笔呢身体是吧？这下个呢，下面这一个呢代表的是自己，这个呢代表的是行持，行持就是我们啥意思？这个你不好理解，就是前面我们知道这个道嘛，是不是就叫知道？然后呢，做到，不写那个道，就是做这个道，知道做到，那就是总之的含义。中间这一横呢，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心，这个心呢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说，在几千年这个文化史当中，在记载的话就说，没有修行的人，他是用心不知心。就没有修行的人呢，他是用心，谁不用心？结果他用心不知心，他沉迷在哪呢？沉迷在我们这个身躯上了，我们的身躯。所以你看我们世上人哪个人不在身躯上做文章？那但这个另外有一部分人呢，他知道身躯要死，就知道那个身躯他本身要死，所以呢他就在行上去做文章。可以说有无数亿的所谓的修行人就迷在这个心上。佛祖呢在两千多年以前也说，心是幻心，心是幻心的，心本是幻，如果在心中用功，那么所做的功呢都是虚而不实。那佛祖是这么讲，太上老君呢，孔圣人呢，他们都阐述了这个。为什么叫我们要明心呢？就是你要明白那个心是什么心。所以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心，所以被心所缠绕，既被心所缠绕，因为心是幻心，一切事件乃是心所生，所生的这一切事件我们就称为是因心而生出来的是幻化事件。是吧？这从心中所生的世界呀，全属幻化世界。但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它是幻心，所以呢就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幻化世界。由于我们不知道它是个幻化世界，那么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。因为它是个实实在在的世界，所以就生出了实实在在的心，所以被世界所约束，被心所约束，然后呢就逃不出这个世界。就我们逃不出这个世界，这世界当中我们说的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，三才立世界成，就不是这个世界有了吗？好，有了这个世界了，我们始终在这世界里面就轮回着了，所以你跑不动了，来去不自由了。所以这个心呢非常重要。虽然这么讲，你想啊，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把这个世界看成是幻化世界呢？如果是幻化世界，你应该怎么生活呢？哎，人生就是一场戏。如果你没认为它是幻化世界呢？要是你老头跟别人跳个舞，你是什么态度呢？是不是幻化世界呢？要是你两个星期没见你儿子，你是不是就那么坦荡荡呢？啊，就是话要这么说，你是是不是这么做？这时候就开始推化推算推算啊，这个心根据我们现在的现状，在心以前
是什么呢？是身体，是身体啊。我们是假如啊，现在就慢慢跟我一起来假如啊，来假如。唉，要知道这个心，我们从那个身躯的这个地方来推。我们是假如，我们现在有这个身躯了吗？有这个身躯了啊。假如我们没有身躯以前，有什么？我们假如啊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没有这个身躯以前，我给你们带一下吧。假如没有身躯以前是父母吧，啊，没有身躯以前是父母，父母是不是就是人？这样你可能好懂一点。再往前走，在人以前是什么？是不是地球啊？哎，对啊，你们跟着那个脑子跟着我想，这个不需要什么文化，你就是一天说没念过的没事儿，一字不认识都没事儿，是不是吧？你只要能听懂我这话，这个在没有人以前，是不是就是地球？你看，这个时候不要把身躯做障碍啊，就说的没有身躯啊，是吧？在没有身躯以前，没有身躯以前是父母，也就是人。在没有人以前呢，就是地球，啊，在没有地球以前呢，我们都说的没有哈，啊。是吧？在没有是吧？没有地球以前有啥？啥？怎么就是虚空了呢？是吧？天肯定在地球之前嘛。没有地球以前，是不是就有天了？啊？好，再推。没有天以前是什么？那就说虚空嘛，别说远了，不然脑。找不到源头是吧？再往前推呢？啊？没有虚空以前呢？还有什么？啊？就啊？没有虚空以前呢，哎，就想想，就是你不，就是咱们学习，你不要急着哦。你比方说讲课，你可能一分钟都给你把内容讲完了，这是你，这就是就像吃饭一样，给你整一碗饭，你一口就把它咽到肚子去了。你必须往前面推，那么咱们这个思想活跃，跟着说，就说明你的思想进，就是你那个大脑意识里面也在推这个理，不管你说的对不对，那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太极，这是太极。太极，我反正暂时没往这写，肯定不一定对，是吧？就是没有虚空以前，在虚空以前还有啥？就是你们俩因为来的太快。其实啊，你看啊，在地球，地球以前是天，天里面含的是不是日月星辰？也就是无数星系、无数星球。其实在天以前呢，我应该推上是个宇宙，啊，宇宙过来才是虚空，是不是？因为有无数一个宇宙，宇宙是一个，就是一个银河系啊，是吧？宇宙，宇宙以前呢，才是虚空，是吧？才是虚空。那又再说，虚空以前是啥呢？啊？到底是啥？哎，这事情咱们不回说话了。
其实你说的什么太极了哈，无极了，你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？一个是你们咱们没有研究什么叫太极，什么叫无极啊，咱们对这个不大懂。那么与这个呢，你就混淆了，是不是？就混淆了，太极就含天地嘛，是不是？无极就已经就在宇宙这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这个联系的他就跑了，是吧？当然你，我跟你说啊，也不要泄气，你不要认为说错了，说错了没事，咱们是学习嘛，咱们如果都懂的话，需要我讲不？好事嘛，不是？是不是？虚空以前是什么呢？哎？是意识，因为虚空，一到了虚空这儿了，你还能朝前推什么？是吧？既然是虚空，借虚空，虚空有没有个实的东西？就是有没有实的个边缘？有实的边缘就不叫虚空了，虚空它就已经没有边缘了，是不是？它就有无数一个宇宙，这虚空只有一个，虚空里面容纳无数亿无数亿的银河系，是不是？那么说在虚空以前它不就存在意识了，是不是就是意识？因为什么呢？虚空里面是不是含有的是尘土了，是不是？它是含有尘土，并且它含有所谓我们在原先分析的是不是含有这个道里面是含有气，虚空里面是不是它有气？但是不论是虚空啊、宇宙啊、地球啊、天地，它们是不是都含有气？这只是我们呢在这个范围之内没说它而已，我们一般只是想到物质，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气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只有物质，那样我们说的是不是有液体、有固体、有气体？那么这三种是不是都统称为物质？是不是的？气体啊，啊、哦，物那个固体和这液体统称为物质。所以在虚空以前，虚空里面它都是包含了有气和尘土，是吧？纵然是微尘，它是不是也是尘土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在虚空以前呢，就产生了这个意识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意识，这个虚空怎么来？所以说，虚空由它在运转，是不是？由它去运转。那么在虚空以这个意识以前呢？你意识从哪儿生啊？是吧？就从心这儿生。你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这个意识是不是从你心里来的？那个心意，看不知心意如何，是不是？意识以前便是心啊，而在这个地方的心呢，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说的了，从这儿就有区别啊，在这儿有区别。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说的，你看有这么写的，是吧？有这么写的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造字先生是这么造的。那么在这个以前呢，我就画的有图了，好，那么我们慢慢去分析啊。就说在这个以前应该是这个心，在这个以前呢那肯定是这个心，那么在这个以前呢就是这个心了。其实这都是读心的哈，不过你们要仔细，就是你别搞混淆，你不要看画这么个图了，你就把它产生在这个物质上东西了，就是心像尘，就是画的画一样的，那这么去理解是不行的哈。你要想啊，在这儿它已经就没有那个东西了，就不要想到什么所谓的尘土啊什么的气体啊，就不想到这些了，这个就已经你看来的可快了哈。在这儿来了，那就更不能想到什么所谓的尘土、所谓的气，就它已经超越了东西。而我们呢，最开始就是我们就在这儿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们多愚昧，怪不得我们说的长得也是歪瓜裂枣的，啥也不懂，是不是？什么智慧也没有，我们老活在这儿。你看这，看，我们就说个笑，叫假如你活在这儿多好啊！你活在这里都是个真孝子啊，因为你以前是父母啊，
那你是不是个真孝子？你的心整天就活在这儿的，是不是个真孝子？那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对所有的老人都如此些，对你父母且这么孝顺，你活在这儿没有？没有嘛，就这样的人你还想成佛，是不是的？那如果说你活在这儿呢，哎呀，啊，是不是？我这我们这么推，问自己你活在哪儿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不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！你说我活在这儿的，光荣不？不光荣，就是不光荣嘛。那是跟咱们学是不是？你看，在以前讲了那么多什么叫幸福了，什么讲忠讲相讲教育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就说把咱们使劲往这儿去？哎，还没到这儿来吗？你说这就说从这个地方，我们说从这儿是起步嘛，这就能发现我们的差距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活在这儿，所以你有时候跟老三扯闹着矛盾，跟你哥闹个意见，跟你媳妇儿来两句，你说这是啥呀？有的甚至说天天去跟我孙孙去玩去，哎，就说像这样的，我们如果活在这个地方的人，我们在前面讲说，你就是活在这个人嘛，你一定要顶天立地。那么在以前讲顶天立地、自力更生的时候，是不是咱们还是缺？就活到这儿也不够完美呀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差距哦。那真因为你的差距这么多，所以当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，还是说到这儿，你这概念你来说都已经恍惚了，就是不大清晰，到底天是个什么概念？你只能说有个天，到底天是个什么概念？你是不是不大清晰？何况又在这儿呢？哎，是不是整到这儿的时候，你们就开始无极太极的整，就不知道是个啥意思了。所以你说我们来讲心是不好懂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他说只讲此性。哎，49年之后啊，也只有摩诃迦摄，他说不被心所约束，就他一个人。哎，我们这些女同胞，当时他带的弟子当中，1250人，可能女的微乎其微，不是阿难他们一个劲的磕头，一个劲的求佛陀，女的一个不带。是不是吧？所以我们女同胞动不动还要讲明心见性，你能行不？确实是不行。那释迦牟尼佛带1250，我们就算假如1000人是个男的吧，那1000人都没人明白，摩诃迦摄一个人明白。那男的当中就是稀有难逢那么一个，何况我们女同胞呢？当然物词你不分男女，因为男女是相，见相非相，是名见如来嘛，哈、哦。但是就因有相，被此相所缠绕。那像我们刚才说的宇宙虚空，就不知是个啥概念了，就说有点模糊。那再往前推意识，你是不是更是模糊啊？说这儿呢？啊，往这儿呢？就不知道怎么弄了，你说这不是？哎，所以那天画的这个图啊，这时候把前面擦了啊，画的这个图就说，在这个心以前，是吧？大概是这个形状啊，在这个心以前应该是这个心，那又是什么呢？不知道如何模糊，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，是不是的？好，在这个以前呢，
还是这么个概念，这还是叫性啊、哦、还是毒性。你这是别把无界太极往这个里面联系啊、哦、哎，因为我讲的是心，没有在讲无界太极。道教里面的无极，无极也无，那咋办？所以我讲的是心，心已经离开了这个时候的尘土。你不管是无极或者太极也好，它都是在这个天地和天地外这个说的这个事儿啊。那你说怎么理解？啊，这才在这儿，在这儿来了。这还是读心啊、哦，读心呢、啊，那还是要心。此心为何？就是整蒙了，原来是眼睛的近视，后来变成白内障，现在已经青光眼了，没法认识它是啥，是不是？好，再往这边走，是吧？这还是念心哦，啊？这还是念心，我们不管他啥眼了啊，就没眼了。这个时候再往上走，我说的只能这么意思一下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要理解的东西。那么修道也就是这么个轮廓啊，走到这个地方的我们就称为归家稳坐之处，归家稳坐在这儿才能稳。那然后呢？他说走得去还出得来，这就是如来。如如不动，这称为如如。然后呢？他刚才说的那个身那个地方呢，就来了。顾名思义叫如来。规划了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底从哪儿讲呢？啊，上一堂课，上一次咱们说从哪儿讲啊？你们说都从这儿讲哈、啊，是不是说从这儿讲了？这个人呐、啊，弹性不足，就想要二，要这儿是吧？啊，要二还要一呢？你说我们刚才在前面分析这个身体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神虚或者神虚的地方，我们都不合格，是不是不合格？我们在讲的神虚的时候，是顶天立地吗？三才立，你是人才，立起来了没有？你看嘛，天地人三才立，世界成嘛。那么三才，天才、地才、人才，你这个人才立了没？是人才吗？哎，就说从人那儿都没有。那么刚才画的这个图，我们已经有个轮廓了，从人。就是从神仙那儿到父母到地球，那我们活在哪儿的？当我们活的时候，这个神字这儿的时候，有这个神区的时候，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不合格，是不合格吧？承认不承认？不合格吗？没有做到顶天立地。当然那个神字确实是顶天立地，但是我们呢所作所为没在顶天立地上。那么在以前呢，看最开始我们讲什么叫幸福，什么叫人的时候，是不是讲那个地方？目的都是想让咱们呢从神区那儿往父母这儿活，要讲到尽孝，哎，从父母那儿讲到地球这儿，是不是叫我们尽忠？哎，讲到天这儿，我们说天人合一，是不是讲了？哎，那么在天上再往上走，我们说才有希望回到极乐世界，或者返回先天。其实你返去没？宇宙、虚空，这就不知道怎么弄了。你说一时看不知道怎么弄了，你说从哪儿讲好呢？啊！
这从哪儿讲好呢？哎，释迦牟尼佛说，假如我们从身躯这儿讲，穷劫不尽。就说假如从身躯这儿这么讲回来，就这么讲啊，穷劫不尽，就无数一劫你也讲不完。最开出的就是从我们人家从身躯来说也是最复杂的，越往后面走，比如说从身躯往腹面走，就是只往回头走哈，回呀、啊，回呀、啊，是最简单的。只要你往回头走，你就活得幸福。往回走啊，别往前走了。哇，天哪，别往前走了。别往前走了，别往前走的痛苦啊！不是没读多少书，写了这鼻子。别往前走，但是我们每一天是不是活得在这里面活呢？是不是在往前走呢？是不是在向前走呢？回来，你比如说怎么叫回来？比如说你这个人世间你活着的时候，你去孝顺你的父母，你就开始活得轻松了。当儿媳妇都有双重任务，你既要孝顺公婆，还要孝顺你爸妈，你就开始轻松了啊。从孝敬爸妈这回来，尽忠于祖国，向我们的地球妈妈学习。就是你只要往这边回，越回越轻松，越回越轻松。回来，这为啥不回呢？我们还有多少人？我们多少人的心里是不是这么在回呢？问你每天你在哪儿活着的？你是活在身躯上，当然身躯以外我们就不说。你比如说，你活在那个儿子啊、孙子啊。活在你那儿那儿那儿啊，那么都不说了，是不是？你回的在父母那活着的吗？在地球上活着的吗？就是像地球的那个心，为地球那个地母娘娘心活着的吗？只要你这么往回头活，你越活越幸福，越活越轻松。一直回到哪儿呢？当然回到这儿是更好了，回到这儿。既然我们从这儿讲，理解理解啊、哦！既然我们从这儿讲，就因为我在七八年以前，我呢有一个本儿，一个日记本啊，还得跟他们写。我写着写着的时候，就画几圈，画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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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知道有些人看过我的笔记，像那本。后来我不写笔记了，因为写也白写，是不是？我说你们懂这个意思吗？谁懂这个意思？没有一个人懂。下面我从这儿讲，看我们能不能听懂哈、哦，因为我们贪心不足啊。因为从前面讲，确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年都是那么讲的，咱办不到。这就从这儿讲，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，连这些概念你都还没有以前，这些概念呢都还没有以前，因为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概念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说这些在没有这些概念以前，你也没法理解。我们只在这儿呢，勉强地说一说，哈，勉强说一说。刚才说的，连虽然叫心，因为在前面讲意识，啊，讲心，
那然后讲什么树心呐、啊，然后弄成这些圆了过后，走到这儿来了，这都还是有个东西在。这个称为什么呢？叫无中有。什么叫无中有？就是你说这个没有，它还存在这个东西，就在你思想意识上都还没产生。看哪儿呢？听不懂也行。为什么叫那妙有妙无呢？所以这个妙有妙无，就是你还没有生心的时候，没有生心以前，连这些心都没有。我们不说这些心，你先理解不过来，就连你那个意识都还没有，意识都还没有，都是有这理解，就是在没有意识以前呢，没有意识以前呢，就是这个意识都还没有以前的这么个感觉，不要闭眼睛，都看着。这个说的是摩诃迦摄莲花微笑，他跟佛祖两个会心的那个意思。你这是哪有机会去东张西望，哪有闭眼睛的时候啊？没有意识以前，你想想，意识都没有。就比如说，就像你们咱们晚上睡觉，咱们晚上睡着了也没做梦，你睡的时候比如说是平平展展放那儿的，等你一觉醒来身子翻了啊，被子盖得好好的，等你一觉醒来脚没盖着。哎，这个时候什么称为无意识状态？什么叫无意识？连你自己都不知道。但是那个以前哈，那是说的意识以前，怎么没有意识以前，那个对不对呢？肯定不对，那叫无明。要达到无无明，是吧？没有意识状态的时候，反正你还是不好理解，听呗，是吧？叫无明。什么叫无明？就是连你睡着了，我们说的你脚动了，或者说那个手动了，连你自己都不知道，叫无明。但这状态够不够呢？不行，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，就是把这个无明要无，就是这个无明要没有。无无明，这个无无明的状态就在这个状态来了啊。但是这种的对不对呢？还是不对啊。然后再加上一无无明静，就是那种状态。这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呢？可简单了，就是自己啊，就是自己呀、啊，或者说叫做真我，或者叫做真我，就只有那个状态。那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和摩诃迦舍拈花微笑那个状态。你比如说，摩诃迦舍以此拈花，假如我们这是我假装哈，释迦牟尼佛拿这个东西，这是拈花的意思。这个拈花呢，释迦牟尼佛拈花，他因为在前面所有的经论都讲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有心皆是幻心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他叫离心说法。什么叫离心说法？就是说能用这个造粪机拿东西的那个，那就是我，非释迦牟尼，绝对不是释迦牟尼。如果是释迦牟尼，你要堕金刚地狱，金刚地狱，你打大王狱。释迦牟尼非释迦牟尼，就是说能拿这个东西的，那就是真正的我，他非佛非众生非释迦牟尼佛，是不是？这么一拿，所有的人看佛要干什么呀？怎么跟我们像花是吧？是不是？那摩诃迦舍这一笑呢？哎，他这一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摩诃迦舍知道释迦牟尼拿能用这个身躯
拿这个东西的不是身躯，只是借用这个身躯，身躯的主人才能拿这个东西，才能指挥这个造粪机。那么释迦牟尼佛那个的摩诃迦摄呢，又是他的弟子的会心一笑。什么叫会心一笑？就是他这一笑，这个肌肉这么一动，这个肌肉不是自己，肌肉是造粪机，能让肌肉动的这才是自己。这个自己与释迦牟尼佛这个主人的自己，咱俩是一样的。他俩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两个是一样的，所以他说，摩诃迦摄说，那个释迦牟尼佛说，今有一妙法赋予摩诃迦摄，以心印心。什么叫以心印心？说他那个肌肉能动的那个主人，和我能拿这个造粪机拿这个花的这个主人，咱俩是一样的。这个地方非摩诃迦摄，非释迦牟尼佛，亦非造粪机，直指主人，所以叫做教外别传。既然教外是什么？教外便是道。是先有道后有教，若无道如何生教？是不是啊？教外别传，以心印心。什么印心呢？就是他那个自己和我这个自己，非释迦牟尼佛，非摩诃迦摄，他两个这一会心这一下，叫做以心印心。什么叫以？这个以心印心，就他两个都知道了，都知道这个。那么其他的八千听众一个不知，就他两知。所以说他说，我有一妙法经复印摩诃迦摄，就这法你言，你文字而说，你形象而说，你经论而说，你言语而说，是不是？就是不用经，不用语言啊，没有心中法，也没有心。这就是都知道这个自己，自己知道这个自己，而这个知道自己的那个心，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印心。啊，就说的那个印心。为什么呢？他两个都知道这个那个真正的自己，这个自己哑口无言，就是千言万语说不着，但是千言万语能离开他吗？离开他一字无成，离开他一心不生。此心才是佛之妙心，摩诃迦摄的妙心。此妙心心心相印，离此心别无他法可说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传法给摩诃迦摄说，无法法传法，就是没有法呀。就你明白这个没有法的那个才叫做法，这个法什么是称为妙法。所以有一部经叫做妙法莲花经，就是知道这个真正的我，一切莲花从此生，故名妙法莲花经。那费心那个就是这个啊，听懂了没？听懂了咱还不笑笑、是不是？就是说就知道这个自己，而这个自己就是说与什么所生心啊，所生法了、啊、一切一切没关系。这个地方超越了一切的一切，一切的一切皆超越啊。然后在这里坐尽此如来宝座，就坐在如今如来宝座。什么？就是这个啊。你说这个心什么心呢？所以我以前说了一句话，我说的用心去知我，然后是心中只有我啊。但是这个我绝对不是指张三李四王二麻子，也不是指你这台造粪机，也不是指你的思想，也不是指你的意识。心中只有我，用心去知我，心中只有我，我生一切心皆是我。不知这话你怎么理解？如果懂得此理，虚空间上到一切一切的圣贤仙佛，不管是古佛、今佛、未来佛，下到阿鼻地众生，不管他是无所一劫，他如何上下与我一体？所以上无佛可成，下无众生可度。既然皆是我，自我离心离相离言说，那你说
是不是无为大自在？是，对，活的这种状态你干不干呢？干，回去都抱龙女儿，干呢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如素一节他说的，不传于佛，不传于众生，非圣非佛非众生。那是释迦牟尼佛他说，唯有此心呐、啊，诸佛菩萨皆不知，因为他是非佛。非佛是个啥境界呢？啊，这就说到这个心呢、啊，哎，所以这样的人，他是无为，那也是以后再去讲，有何为无为？至于讲到这，就说说了这个，把这个弄明白了，你才能以后啊，我们才有希望去理解何为无为，是不是？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在这个地方。那么这样的人还在那儿生气呀，还做一天，我想着穿什么、吃什么、玩什么，没法说，是不是？这种人肯定不是如来弟子嘛？那你说？哎，是不是？要如来非如来，那是，所以呢，就因为如此，因为他是超越了心，是不是？那么心中才生法，是不是超越了法？就因为如此，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讲经说法四十九年，在涅槃经里面说，我没讲一法，没说一法。如果你们谁说我有说了一法，你们就是谤佛，啊，也是。”谤法呀，因为他是佛吗？是不是非佛？非非亦非非呢？因为他是法吗？非法。你说他讲法，那你谤法，谤法下地狱。你是佛吗？非佛。你若是佛，你得下地狱。你错了，你谤佛，是不是？都是有些人听着神经病了，他神经了，佛认为他是不是还是如来一笑吗？还得修俨然一笑吗？是不是？你神经了，到底是谁神经了？神经指是什么？你心迷，被心的里面的意识东西所缠绕而神经了，而主人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是吧？这就是说的，你看，我们讲了这么多年，啊，讲这个何为心。今天才这么细致阐述，但以前也阐述了，是咱们是有耳不闻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是视而不见呐、啊，因为你心中常挂你家里的那些东西，是不是？是不知道。这个心能写出来吗？是不是写不出来？哎，就因为他写不出来，所以啊。比如说他们有的用这个去代替，能代替不？啊，甚至有些加个名姓，能代替不？或者说加个自信，或者说加个佛性，能代替不？啊，是不是代替不了啊？所以他们以前问我，他说：“师父，你说那个您是不是说的自己呢？”我说：“没办法，你叫我如何回答于您呢、啊？”哎，那个您那个繁体字，它也不是这么，就说那个繁体字，它也不能代表那个意思吗？啊，我说字就是文化，是吧？那个繁体字是这么写的吧？哎，它也不能代表那个意思嘛。所以这个灵能代表那个意思吗？代替不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无有言说，是不是？无话可说。他说有口难言，是不是？有心难述，就我想用心来说是没法说，就是这个。
王子你不是要像鸡抱卵一样吗？母鸡抱卵一样吗？你回去都把它抱着，哎，就抱这个，哎，抱这个是个过程，是不是？所以抱这个没有是就像那么死守，不可能，就不能去死守。然后就是见人见物，你比如说这没有了，假如说我们那个看见一根草长在地下的，是不是？看见草，你不能仅仅看见草，看见那个草能让草长的那个，是不是自己啊？所以见草是不是就见己啊？如果你见草只见起草呢，是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深山呢？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假如你回去见你儿子，如果你见到你儿子只看见你儿子这台造粪机，你那个妈是不是一个俗妈妈呢？如果你见到你这个儿子的这个主人，再想想你自己这个真我，你还是他妈妈，他还是你儿子吗？从形象先来后的因你而生的这个造粪机，你是他妈，他是你儿子，不违背世界。但是你想到这个主人过后，你还会那么去爱吗？是不是？没有如此爱，当然也不可能恨哦。无爱无恨，这便是亲近，是不是？如果说我们假如比如于善恶的话，你爱便是善，你恨便是恶，无爱无恨，跳出善恶，没有善恶哪有生死，既无生死便挪入亲近，如此亲近见如真道，哎，是不是？我背台词呢，你说是不是这状态？你就不会想你儿子三天没见牛眼了，没那事儿，你看是不是嘛？这多好啊！现在你想这个地方，就是任何词语都不能说它，都不能说它。但是我说这是我们走进去了，走去了，去了，到哪去了？回到他说的真正的无生老母这儿来了。这还有没有生？既然没有生，是不是叫无生？一切皆从此生，是不是他是老母？老母才生这一切，是不是？故名无生老母。所以达摩大师说：“无生是我老父母。”你看这话说的多好，你再听听。这是达摩大师说的那句话，所以怪不得达摩大师当祖师。你说，人家说的话，你有没空子你钻？你无生是我老父母，谁说的？达摩大师说的。你说的这话是不是千真万确？看看这个，跟我们刚才讲的，他是不是咱们的老父母？老父母，所以他说这个老父母跟这个所谓的我，是不是说这么一回事了？是不是？那么为什么在说，那假如说返回先天还要拜见老母娘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最先最先最最先知道的这个道理，他知道了过后，然后才教这些所谓的孩儿们听我讲，然后后面是后面才知道，他先知你后知，知的当然都是一样的，先知后知，知的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个先后啊，有没有先后？是指是有先后，所以他在前我在后，顾名老母娘你好，虽然叫他老母娘，老母娘的主人和我是不是一体？是不是一样？一样啊！因为他先知我后知，没有他的知就没有我的后知，有几个能自无自觉啊？啊，有几个能自无自觉？是不是人间稀有？那没有他们在前，就没有我们在后，我们在后面怎么去知道呢？就有他们在前面知道。那么反过来说，一切诸天仙佛，当然我们说真佛，他们是不是都知道？那么他们先知道，我们后知道，我们今天才知道，说他们在前面知道。那如果想起阿弥陀，想起济公活佛，想起观音菩萨，我们是不是理当深深跟他礼拜、叩首、磕头，是不是该跟他这么做？他们在前，我们在后吗？是不是？然后你知道了这个，就是圣贤仙佛，我们当跟他礼拜、叩首哈。
那反过来，这些无数亿无数亿的所谓的员儿们，他们是不是不知道？所以他们都不知道，由于但是他们都在用心眼儿，是不是他们都是猴子？啊，那孙悟空、李悟空啊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孩儿们？因为他们不知道嘛。既然他们都不知道，你跟他们去生啥气呀？哎，贾玲老头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跟他生啥气？老头主人跟你是不是一样的？是一样的，为啥跟他生气啊？是没有自高自大，没有瞧不起别人，因为大家都是一体，只有个先知后知。不管你知不知，是不是都是老母娘的缘儿？是。啊？再说，为什么又叫九牛园林呢？哎，是不是说的九流元灵？啊，九为阳，六为阴，这是代替数字。那么就说，无论是行于善的人，行于恶的众生，是不是皆与我等同啊？既然与我等同，为什么骄傲的？啊，既然他跟我一样，我有什么谦虚的？真菩萨面前不说假象，见到圣贤现佛，他跟我一样。是不是？只是他先成我，后成我，礼拜他，恭敬他，要恭敬，诚心诚意，是不是？那个没有成圣贤现佛的这些所谓的六道众生、阿鼻地狱众生，与我本是等同，为什么瞧不起的？既然跟我等同，有什么骄傲的？所以没有骄傲，哪来谦虚？谦虚都没有，也没有骄傲，你不是又亲近？又是亲近，是不是又渐入正道？这多好啊！是不是老表扬我呀？就是好，那个是我们分析的，就让分析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法写？但是应该说，如果勉强给他一个词呢，勉勉强强的哈，可以称之为这个地方啊，可以给他个称呼，但这个称呼是迫不得已给他一个称呼。叫做心源，那心源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产生心的源头，顾名叫它心源，只是给它勉强给它这么个称呼。心源是谁？心源便是我，因我而生心，顾名叫心源呐。啊，既然我说的心源，就说因我而生心，那我便是心源。既然他超越是妙有妙无，无我等同，无有大我小我之分啊！你不能说哎呀，佛的那个我大一些，我的这个我小一些，没那说法，是不是？你说那阿鼻地狱的众生的多小啊，都到阿鼻地狱去了，细菌那个我多小啊，肉眼都看不着。这如果说你说细菌那个细菌你看不着，只是说那个身躯来说，但是那个我与我。是绝对等同，我无有大小啊！所以这个里面没有个大我小我，只是有个真我，有个假我。什么叫真我假我呢？就是其实真我是真我，假我也是真我，只是什么呢？所谓假我者是不知道我，不知道我们给他个称呼叫做假我。你比如说，假如说他知道我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他是个假我，其实他那是不是还是个真我？所以呢，达摩大师又说了一句话：“一真一切真。”一假一切假，一真一切真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看，所有迷雾的众生，哈，所有的迷雾的众生，是不是有真我？
但是所有的迷雾的众生，他都把我是不是搞错了？一切是不是都假了？就是他那假的说有佛菩萨是不是假的？是不是有天堂地狱是不是骗人的？说有鬼有神是不是假的？一假是不是一切都假了？他认为什么是真的？吃那个馒头是真的，穿衣服是真的，上厕所把屎把尿那是真的，是不是？其实他说的话对不对呢？对不对？也是对的，因为他是真假不分，善恶奉和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一真一切真，一假一切假。假如说你认到这个真我了，你说是不是所有的都是真的？好，既然所有都是真的啊，我们开始了。所有的真的啊，我们又从这儿走出来啊，这就走出来啊，走出来。这个时候应该说这个地方都没字啊，是不是没有字吗？字还在那边呢，是吧？原先画图了，字是不是在那边？就开始从这儿要走出来，你不然怎么如？是不是？你看那个如，从这儿往这边来嘛，就如嘛。然后是不是这么就来嘛？如来佛祖嘛，啊，走到这儿，我们知道了。你一定要记住，以后啊，不管有，就说你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不管是猪牛羊马，不管是毒蛇狼，看到了，你一定要想到哦，那个自己跟自己是一样的哟，并且你这个叫做无上妙法呀。什么叫无上妙法？给你讲个故事吧，说个笑话。不是有一个和尚带着他的徒弟上山去砍柴，去砍柴的时候，突然山上下了一只老虎，虎视眈眈，虎视眈眈，正准备要抓人呢，姿势下来了。这徒弟看见那个老虎来了，要吃人，要咬人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师傅，师傅，老虎来了。”他师傅是个禅师，开悟之人，知道老虎的主人与我是不是等同的，只是造粪机大小形状不一样而已。看见虎就对应看见我了。我等同，是不是？但是徒弟喊他师傅快点，老虎来了。谁是老虎？你才是老虎。就这么一句话，老虎蔫蔫的走了。为什么？老虎知道自尊的。你把没把我当老虎看，你把我跟，也许好像我说的夸张一番，你把我当佛看了嘛，是不是？就人没把老虎看成是异类，咱们是一家人。所以老虎他们啥事没有，但徒儿呢吓坏了。然后呢，徒儿一看师傅一句话，老虎就跑了，赶快给师傅磕响头，教我妙法，你怎么把老虎想走的？念的什么咒？施的什么法？老虎他说什么法也没有，什么咒也没有，只不过一切同我罢了。这句话徒儿能开悟不？他悟悟两顿饭是不是？他悟不了嘛？但是师父是不是说这个老实话？一切同我罢了，是不是？这一切是不是跟我等同？需要念那个咒吗？不需要。这是嘛？还念那个法呢？是不是也不需要念那个法？好，所以就回来，就是要时刻在这儿啊，从这儿回来才行啊。没走到这儿都回来，就是有好多修行人没走到这里来，他都回去了。是不是阳寿到了他不回去？哎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走到这儿来了，然后再继续操练。操什么？你开始知着吗？你看孔圣说的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知之为知之，知什么？知那个知。看，知之为知之，看知之，看。为知之是吧？知那个知，这个知什么？知之为知之，知道这个知才为知之。这那个知是什么？就是指这个所谓的自己嘛。所以我在人生宝典上写那个那个序里面说的，就是有且只有知道这个我，不知道我，我是我的敌人；我知道我，我才是我的朋友。所以纵观天下，知己者何？就知道自己的人有几个呢？啊，是不知道自己。哎，说有些不知道自己，半路上都回去了，是不是？有的神情上都没整明白，他都回去了。
你没明白，那个神学生没明白的，不用说，回去又换神学。这就出来呀，出来哦！看啊，走到这儿是出，走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地方就是如来。一出来，称呼就变成菩萨啊！这出来呀，就是菩萨。走到这儿，是名为佛，此佛已非佛。说他为佛，即是本佛。就这儿，是不是？那到菩萨，其实这个菩萨到这儿是不是叫菩萨呢？不能叫菩萨。啊，如果这个地方你真直接他称他为菩萨的话，你跳了一步，跑快了。我们还是叫他为佛吧。啊，在这儿为佛，是吧？所以佛他什么心呢？佛有无量心。那在这儿啊，粉笔的佛啊，佛有无量心，只有他是无量心，所以就生出个心，而这个心呢就是虚现啊。这个虚现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他这个时候也没有产生所谓的思想，也没产生所谓的意识，他呢只不过说从这儿生出了一个心，这个心中只有我，我中只有心，就我生出一个心，这个心里面是什么呢？我生这个心什么？心就是我的这个心，我就只有我，心中只有那个我。而这个为什么叫虚，就是叫虚现呢？就称为妙有妙无的这个我，妙有妙无的这个我。这个妙有妙无，什么是叫妙有妙无？就是你不能用思想去衡量它，你不能用意识去衡量它，你不能用心念去衡量它，这里没有这些东西，就是个我。而这个我呢，恰恰呢纵观无边界，我我等同，就因为我我等同，而这个我又是个妙有妙无，所以它无量。所以这个无量不是说很多的心意思，不是，就是它这个里面只有这个我，而这个我是妙有妙无的这个我，所以它无量。因为它无量，它才敢说这句话：上无佛可成，下无众生可度。因为这个地方它只有那个我。那么就到了这个地方，为什么就称为叫归家稳坐呢？什么叫归家稳坐呢？就是走到这个位置上过后啊，干啥呢？哪有众生呢？哪有佛呢？无佛亦无众生，既然佛也无，众生也无，我生性何用？生个啥心？是不是？所以说就是归家稳坐，归家稳坐这个事变成什么？便是个无事人。所以说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这没事了，啥事没有了啊，连心都不用如此再生心，就是生别的心都不需要再生，何况造分己呢？所以如来佛祖当初悟到此，然后他走出来一看，就是在这儿一看呐，虚空间无界，虚空无边处，一切皆是我，既然既是我，我干嘛多事呢？啊，所以他大雄宝殿里面说得大自在，这个时候便是大自在，就是自由自在，彻底的自由自在，称为大自在。他得到这个自在了，因为他得到这个自在之后，我们称他要涅槃，这个盘就是这个盘啊。你说这个盘是不是捏起来了？就捏着这个盘，涅槃。但是我是胡说啊，就是进入涅槃。说进入涅槃，就说啥事没有了。哎，说解脱非解脱。你如果知道还有个啥解脱，没什么解脱的，捏什么悟啊，什么修啊，什么证呢、啊？你们证证去修修去。我这儿没什么证的，也没什么修的。妙有妙无，无有有无，你怎么证？你叫我怎么修？啥事没有了。
所以你看，释迦牟尼佛面带微笑，就准备逍遥自在无始劫呀。就说，因为他以前不知道啊，后来知道了，怪不得古佛古圣啊，都说非古佛非古圣的，他们原来明白不过于此，就在于此，所以他就啥事不管了，准备进入涅槃。什么进入涅槃？就说什么事儿没了，消停了，休息了，无事人了，什么事儿没有了，坐死状态，就在这儿坐着，就是所谓的坐啊，你不能想到这个坐，你把这个造魂机往这儿一坐，不是那意思，就没事了。哎，这个造魂机知道，生有他生，死有他死，这是天地自然规律，你管他啥呀？啊，修在何处修啊？嗯，生心是幻，生的心都是幻嘛，我修啥呀？何况身躯呢？身躯那几十年过后总归会死亡，是不是？死了还有胃细菌呢，我还做好事呢，管他的，不管他了，可逍遥了。恰好在这种状态下，确实是究竟本来。确实是世上，或者说无始以劫以前，或者无始劫以后，所有的生灵们要想解脱，都将走到此地。任何修道人，如果说他走不到这个地方，你的修都不可能达到永生，就是说都不可能达到究竟如来之处啊！就是每一个人都得这样。或者每一位生灵，重重马衣，那地里长的草，当然你那些子什么蛆鸭子了、细菌呐，他们呢都能得到解脱。什么解脱？只要走到这儿，啥事没有了。今天我走到这儿了，啥事没有了，咱们下课。什么事没了？坐下，你又真的没事了，请坐。这个呢，就说。走到这儿过后呢，啊，我们说着这个历史故事，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就到这个位置，到这个位置了，他啥事儿也没有了。然后呢，所谓的就是逍遥自在，啊，因为逍遥自在，所以逍遥他无心可缠绕，无心可生，所以自在叫自己常在，常在自己。他这个时候呢，就有。无数的这个天上的神仙啊，圣贤都纷纷下来求他说啊，人生难得，你现在有身躯，你虽然知道了你确实解脱了，说个解脱也是没办法啊，你确实就说啥事也没有了，不叫稳坐了吗？无事人了吗？哎，干一切都多的嘛，生个心都是幻嘛，有啥意思？不干了。你确实到这儿了，但是你曾经谁叫你发的愿呢？啊，你当初说你一旦你解脱，一旦你说成佛，你不是说要广度有情？你怎么这时候都逍遥自在呢？回想回想，你曾经发这个愿没？这释迦牟尼佛一想，确实我曾经说过，只要我解脱了，哈，只要我成功了，我要把虚空间所有的生灵都要跟我一样发这愿了。再一看那么多圣贤下来求我干什么都，你有人身呐，你有人身才用这台机器，用这个嘴说话呀，你说话就能出来声音，你的声音口是你心之门户，你说出来了，让他们能听能懂，让他们从迷雾当中醒过来。行到哪儿来？行到也到释迦牟尼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来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说：“就此一心，张开双眼，起坐，开始去度人尘罗汉。”他是如此，咱们也如此。好，然后就从这儿走出来了。走出来，到这来一看，我们说的是无量心吗？哎呀，确实。发现虚空间无数亿无数亿的生灵们，他们都没按我想的这么做，就都没按，都不是在这个地方，他们走出来的，有的是飘摇虚空间，有的呢生儿育女，有的谈情说爱，有的钻地狱，有的上天堂，有的做畜生，有的做山神，有的做土神。发现这一切，他们都用我不治我，
然后他说一边菩提心所起，所以菩提什么叫菩提心，告诉个秘密，就是只有这个心叫所有的生灵们都回到这儿来，这个心这叫做菩提心，你此之外一切的所谓的菩提心全是假的。好，他就走出来了。他走出来又教人家怎么做呢，下回再讲。好，好，谢谢谢谢。